界上的五大洲是指什么？地理学上将地球大陆分为七大洲，即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北美洲、南美洲、大洋洲和南极洲。由于南极洲无人居住，南北美洲常常被合称为美洲，所以又有五大洲的说法。就如奥运会上的五环旗，就是由五环分别代表着五大洲。现在如今的五大洲，也就是亚洲、欧洲、大洋洲、非洲、美洲。非洲代表性的国家有著名的埃及、南非、刚果，而亚洲代表性的国家是中国、日本、印度。